方便啊，侧线是吧？这样子用，还可以，还蛮好扯的。我们有什么办法啊？能够快速的轻松穿线？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刚才我做的柔性锻炼，好不好用啊？就像这样子，简单，拿住啊，看，放在哪？它可以竖着看啊，可以横着看，也可以倒起来看啊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啊，几个方向都可以穿线啊，就是穿线的很方便。咱们先挂在里面啊，先遇到这么宽的配件箱，这个没办法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这里呢是可以调的。现在就是这样啊。卡得非常紧，我想